各位乡亲，咱来关心天气。今仔日日时啊，受到方便的影响，各地会有短暂阵雨或者是雷公雨。不过这雨会慢慢啊较点，转作是稳定的天气。咱做伙来看云图。下半部虽然雨会较小，不过正方便的东半部也是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。西半部山区有部分的所在会落雨，暗带水气会减少，雨会集中伫个山区。今仔日日时啊，各地温度会降低。北部依然还有花莲，高温是24度至25度，那其他的所在高温是17度至19度，算是正舒适的温度。那到暗时啊，北部甲宜兰的低温会到19度至20度，其他的所在是21度至23度，请大家都要注意温度的变化。早暗若是出门，都要记得加穿一件衫。